援手，时常在社群平台上看到一些爱猫的朋友或团体分享哪里有猫咪需要救援的消息。但其实这个“狮与兽”的顺序，在这张作品中则是颠倒过来的，反而是身陷为难的人类被猫咪伸出了援手。之所以有这样的体悟，也是因为自己在创作这条路上跌跌撞撞、迷惘了几年。 直到画了猫咪之后，才陆续得到各种合作机会，让步伐开始稳健起来。多亏有猫拉了我一把，借此作表达对他们的感谢。